Thank you.
生活高分山，有请地势指挥的大中华区代言人杨丽，有请。30岁的时候呢，对于我们就是生活或者是工作的品质要求还是很高了。那当然就是对于产品的选择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好的这个要求的。那就像刚才蜜姐一开始就说，你有使用到我们的那个护发精油，对不对？是，所以你用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护发精油携带也很方便，就算是出去拍戏工作也好，就都可以随身携带，而且它不会让手上变得黏黏的。对。就是使用的感受非常好，而且它的味道很好闻。好用，然后又方便，然后效果又好。那同样呢，接下来呢，我们也是要通过一个实验来向各位去展示一下咱们这个护发精油的一个神奇之处了，好吧？那既然今天是30岁的这个高光的话，那不然我们就请一个3排10号的这位朋友来到台上。谢谢丽姐，谢谢金文琴。对于你的一切，我无法抵抗。对于
你们大家都看到了，谢谢，希望跟大家一起成长，我们一起加油，谢谢。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像我本来万物都生长，你的温柔